好啦，乡亲啊，这个超级寒流已经落南，往咱台湾一直往过来。气象局的预告，明仔载的日时，就会当感受到威力。啊，这个寒流上强的时阵，是为明仔载暗一直到拜六，后日拜五会寒到上正骨。中部以北甲东北部上低温只有七度，桃园新竹沿海空旷地区只有五度。啊，那这个体感温度甚至会来到零度以下。啊，这波的寒流水气充足。北部一千公尺以上的高山，中部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，拢有机会来落雪。哎、欸，我今天行程啊！啊，你要今天行程？手寒呀！今天哦，随买随穿。两双款，那个天开变热。今年有较冷吼？较冷啊，足冷的。对啊。温差差不多九度。你多大？有嘞。零四时买新衫，总算会当随穿，唔免等到过年。今年寒天有影足冷的。最近人家比较需求的冷场，就是会买一些刷毛的。今年这个冬天有没有像冬天的感觉？这个不像，你看我都没有穿外套。这位大姐身体真勇敢，寒流拜四就开始要扫来，会赶到拜六。这波寒流上低温，中部以北含东北部七度，南部剩九度，花岗十度，西部沿海的抗跌的所在，刚剩五度。那寒流影响最明显的时间点啊，大约会是在礼拜五一整天到礼拜六的清晨。寒流南下的时候，特别伴随比较强的风。桃园跟新竹这些地方比较靠近海的乡镇呢，其实体感温度呢是有可能出现零度甚至零度以下的现象。那风也真好，也带来真侪水汽。北部东北部拜四拜五两天，也雨伞手会让你寒到细细准，关山无机会会落白雪。预计在水汽比较多的时候，也就是七号跟八号，礼拜四、礼拜五的时候呢，下雪的几率是比较高的。那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，大约是一到两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就有机会下雪。如果水汽跟温度配合良好的话，在中部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也有下雪的机会。礼拜日总算会当收雨伞，各地卖小可回温，佮会暂时出日头。气象局预告后礼拜一佮一个真强的冷气团来，民众台穿雨衣，较袂去感冒。